从北京发的三只缅因，烟熏色缅因到了，昨天发的，今天才到。哦哟，好重！来看一看这一窝缅因长什么样。长沙大地飞钻石，北京刚刚把它们给安顿好，垫了一点那个纸，然后搞了个猫砂盆。这边猫粮，他们的疫苗本也带过来了，里面是有两个公猫，一个母猫，小时候看起来就萌萌的，是吧？现在已经在开始舔自己身上的尿了，你们别看着恶心啊，这就是猫洗澡，猫洗澡就是舔自己身上的毛发，全都在自己清理自己身上。为什么烟熏色它们比其他的颜色要贵一些？就是因为这种颜色长大之后是非常的霸气的。缅因中的纯白也好看，来，纯白长大就是这个样子，烟熏是右边这个样子。你们喜欢白的还是烟的？白的我正好也有一只，带你们看一看，优雅的一只猫，就问你们优不优雅。众所周知，缅因的性格是非常好的，缅因是温柔的巨人，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养缅因猫，陪伴在他的身边，跟小孩子一起长大。前两年的这种烟熏色缅因猫，每一只都要2到3个 W， 现在的话就没有那么的贵了，烟熏色的价格也下来一些了。你们认为它能值多少钱？他们现在都在洗澡，等明天他们身上洗干净了，我再带你们看一看他们的盛世美颜。